车切了整齐啊，无你敢会户口薪水？哦，是头家。嗯，好，你的小费。哎，多谢。啊，这个。代志就是安尼啦，师傅。我到底是要安怎才好？我一直拢袂快乐呢。试几啊种方法，嘛是无得解决。嗯，师傅，为这扇窗看出去，你看到啥物？来来去去真侪人啊。来，摕咧。即马你阁看到啥物？看到我家己啊。啊，窗仔甲镜是用啥物画做诶？镜顶头有多钱银粉，但是窗仔顶头无。透过玻璃会当互人看到别人，但是镜敢若当看到家己。家己拥有财富，毋知当分享，是要安怎创造快乐呢？